Play. Chapter 1, A Tight Square. 很紧凑的这个地区吗？ As an Ixma employee of Playtime. You finally return to the factory many years after everybody within disappeared. 你最后回到了多年后回到了工厂，然后什么 many years after everything， 哦，就是反正大家消失了。好，挤压尼莫说这款游戏蛮可怕的。好，没问题，你们的可怕由我来守护。You are about to see the most incredible doll ever invented. Her name is Poppy, and she is the first truly intelligent doll in the world. 哦，她是女生。A little girl can talk to her.Poppy gives her answers. She is the first doll actually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 child. 啊，会跟小孩聊天。Can you believe? Just watch. Just watch. 哎呦呀。Poppy Playtime! Poppy is as lovable as a real girl, and she talks like one too. Hi, my name is Poppy. I love you. 这个现在看都觉得这种超可怕的。Why, of course, Poppy. Just like a real girl, Poppy always wants to look her best. Oh, 好亮哦。Thank you. Her hair is sturdy and won't come out when you brush it. And smells just like a poppy flower.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to say? 六块，六块美金，180块，不贵啊。Real girl, just like you. What's the time?Playtime! If you've ever wanted to see how all of the nation's favorite toys were created, 可怕的娃娃吗？好 ，OK， 我去想办法进一个货。那个尾牙的时候抽奖送给大家。那大家喜欢看恐怖游戏吗？当然要抽一些恐怖游戏的里面的东西吧，对不对？作为前员工，多年后其他员工都失踪了，你再回到工厂，感谢我 Kiko 大字典。Everyone thinks the staff disappeared 10 years ago. 消失，十年前消失了。什么 we are 什么 still here? Find the flower, 找花花，找花花，花花 ，OK。好的，好，我们这个惯例哈，我们的 controls 的这个，看一下我们的 move， 对 WSD， 我们需要一些 move speed 的亮度，可以给大家稍微亮一点点。哎呀，看，亮度稍微给大家亮一点点，然后感受一下，好像还是太快。星战的操作源自于你的滑鼠设定。好 ，OK 。我们要找花花，我记得他好像是会突然出现的那一种哦。然后他好像什么可以，好像有左手右手，好像有点暗哦。哎呀，好，一 open the door。怎么好像有锯子的声音啊、哦哦、不是，是小火车。OK， 锯的，对啊，锯子的声音没错啊，确实也蛮像的啊。啊，小火车，也是啊。Interact， 好，四个颜色，我们要找四个颜色。红色，哎，不，蓝色的手手，这个我有印象，我好像看到大家玩都有这个，它好像就是你要把你的手手放出去。开局里面有一个房间可以过，绿粉黄红，绿粉黄红，奶修，小弟已经在这里卡很久，最好是。因为我已经看过百八集了，所以、对，你已经看过了，对，对我就是不
不会跟 你不赘述了。不赘述，对，你等你不行的时候，我再跟你说。怎么我不行 ？OK， Puppy Playtime， 我会拿到一个左手右手。我知道他好像有些东西就是要架住斗去这样子。对，我现在 tighten the straps， 欢迎安 ，hold balls cannons， pull trigger to fire， pull again to retract， hold to grip onto object。Only fire at small object. Handles. Do not fire coworker. This may cause injury. 会受伤 Where is 什么 conductive 吗 Use the 哦 Use your grab pack. Responsibly. 好 Take 好好感受一下 ，OK， 给我啊，给啊 ，OK， 赞哦 ，Left， 哦，好可爱哦，喂，哇，那我可以去准备一下酒类来看你，是不是？啊，我去对了，我去准备一下，现场看戏就对了啦，当然啦，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同步视听，你知道吗？对啊，你这种就是同步视听啊，啊，我去倒个酒哈，你继续，笑死。哎、欸，我知道你今天可以玩什么，你可以玩 Puppy Playtime，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我就可以在旁边看笑话。原来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完。等等，我现在只有左手，是不是？哦，好，中间的这个就是可以伸的最远的地方。然后他说有一个东西，他说可以抓东西嘛，对不对 ？OK， 安安。等一下，好 ，OK， 那我可以 jump， 我可以蹲，可以 jump， 哦，这边就可以跳过去 ，OK， 哦，懂，过关，哦，再按一次回来，哦，贴着，安安你好，抓你，就你恐怖对不对？抓你，吓我。哦，这要两只手。好，我觉得他已经开始要准备给你一些 shock 了。不过这里这么黑，大家看是 OK 的吗？应该可以吧？好 ，OK。通电，好、哦，通电成功，开门。喂，不是成功了吗 ？OK。他是不是会突然出现？他是不是会突然用那种突然出现的招 ？Testing, innovation, innovation.危险！只有一只手是不行的。这好黑哟、哦，没有手电筒吗？看一下。Huggy Wuggy，Huggy Wuggy， 1984年哦。好，所以我现在这样拿到钥匙。OK， 懂。Staff only。OK。好红，有点黑啊。我们后面会拿到什么手电筒之类的东西吗？如果会的话，我就不调亮度，我就可以不调亮度。可是看起来好像不行。等一下哦，红。哎、欸，这里 ，OK， 还要黄手哦，Juden grab to， 等下什么意思？哦，我要找另外一只手吧，我现在有一只手，所以我要。我接了一个通电，然后 touch with wire to power， 哎，然后呢？瓦盖鲁，通电 ，nice shoot，OK， 开始 ，OK， 我不见了，好 ，OK， 好，开一下，准备一下，
你只有你只能靠两只手。我记得这个 Momoko 还蛮喜欢，真假的？阿桃喜欢这个东西？我看一下大家说什么。没有没有，我没有玩过这个。我一直有一阵子，那个时候正红的时候，有想说要不要玩这个、哦。原本那个时候有想过，我看一下啊、哦，好好好，啊、微暗是不是微暗？那我们给他加一下，因为我也觉得有点微暗哦。好，亮。好，奶叔冲 ，make a friend， 交个朋友吧。Hello， 你好，啊，我是蓝色左手。怎么称呼？哦，按住可以拉过来。好，推按住，推按住，没有力量的问题。好，走，开门，打不开，打开，下下下下下。哎呦喂！要来了。哎、欸，我都收集哦，没有收集，我直接拉过来。OK， 黄色录影带，黄色录影机，所以刚刚因为蓝色录影带，蓝色录影机，所以黄色黄色录，哎呦，哎、欸，为什么？为什么？哎、欸，他把我拉过去，什么意思？他刚强制我的，他刚强制我的视角，他怎么可以强制我的视角？你怎么可以这样？How dare you？ 还是瑞塔，瑞塔在电脑前。OK。哦哦啊！我拿到一个，我拿到一个东西。OK。好，好，好。OK，OK、okay, okay。Huggy say， remember to take breaks。对的，我拿到 break。哎呦哎呦 ，item， 我看一下。没有特别说怎么用，它应该是可以用的时候就会说可以用，我在猜。我拿到 break 了，然后呢？看黄色录影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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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的录影带，黄色录影带，黄色录影带，黄色的录影带。好，喂，会不会在这？这是什么 ？Small。看起来没有哎、欸。好，好。耶、欸，福瑞卡拿了。可是外面没有。安安你好。安安你好。诶、欸，布雷卡拿了，然后有黄色，我一直找不到黄色录影带、欸，哎，黄色录影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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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要黄色录影带啊！我记得黄色录影带，贝塔现在要扮演一个已经知道，但想不起来，明明就已经知道了，但好像又想不起来，对，想不起来。蓝色的手做得到的事情哦，哎、欸，不是 啊，就是意思就是跟你说这里可以下去的意思啊。OK OK OK OK， 懂。哦哦，懂懂懂懂懂懂。红色录影带，红色录影带，黄色的录影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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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一直找不到，我一直找不到。找不到您的酒水吗？找不到下酒菜。结果后来会回到。一回到房间，发现哎、欸，我室友丢，对我室友丢一包麻辣鱿鱼丝在我的房间呢、欸，真好哎、欸！想要的东西它就这样出现了，没错。好，我们拿到两个 break 卡了，然后哎、欸，找到了，找到你 break 卡，海叔。那就还剩一个布雷卡，布雷卡，布雷卡，布雷卡。但是我要怎么上去？我想一下，我还需要一个，是这个吗？红色布雷卡？啊，它不是布雷卡。好，感觉是把四个
四个闸，找到了，上面。来咻，好，我们要先回到上面去。How do we get back？ 我们要怎么回去呢？真的假的？认真，认真，这样一个一个弄上去，弄到可以上去，真的假的？你竟然没有那么笨啊！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么笨哎、欸。我竟然没有弄，没有这不是啊？那你如果抓然后拉咻的上去嘞？不行啊，我要怎么咻？我怎么咻？抓上面随便一个东西啊，咻！他要一定要蓝色的才可以咻啊。他这个手只能抓箱子而已耶，那有需要上去吗？要啊，我等一下，不要，我不要抓这个，这个，这样。对啊，为什么要勉强这只手？为什么勉强这只手？啊哟！没办法，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上去啊。对啊，你看，差一点啦，就差一点啦，好像还差很多点，我干。哇！有需要上去就要吧？我看一下 ，OK。对啊，因为这是要想去啊。好，一定是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这样抓上来。可以，你可以，加油！对，继续，可以，对你很好，你表现不错。啊，你不行了，怎么可能？巴卡呐！好，短的先来，小的先来，好，小的来了，然后中的来。还是其实有旁边有可以跳，我刚刚在想会不会有旁边可以跳、欸，哎，这个门可以开，靠背，这个门可以拉，对啊，我就进的，我就心想说武器怎么会上去、啊、？OK， 好，没问题呀、啊，对啊，我也印象中百八没有这一趴，因为百八如果有这一趴，百八他一定爬不上来，我知道啊，这种简单的事情就不要让它变得那么简单啊。红色，等一下，我要怎么用？哎、欸，你们按一下就好了。可以按一下就好，可以，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没有臭百八，大家误会，我只是实话实说。我跟大家说，真的有臭，真的有。我没有臭，我只是把实话说出来。他只是说出事实。对，我只说出事实。嫂嫂、哦、看来要自己亲自下去拿下去来咻来借我你的左手借我你的右手哎呦不是这只手伸右手伸右手伸左手不伸左手左手放下来右手抬起来左手放下不要举右手伸上来哎、欸、没有反应啊是没电哦哦，有了，奇怪，那刚刚那个是，来咻 ，Go， 然后把 Poppy 送进来了，呜呼，哇，死定，哦，二号哎，你应该按一号吧，我应该先，好，不用找了，上去了，啊，不用找了，我看一下 ，Grab to complete the circle 啊 ，Circle， 哎、欸，这里有 circle。这里 ，here， 啊、哦，要给他通电 ，OK， 啊，我记得这里，我记得百八在这里，啊，先通一个电哈，走上啊，拉过来哈，拉过来走上去，给他夹过去，啊、哦，有电，然后，哎、欸，这边怎么 complete？ 哎，到极限了吗？哎、欸。它的那个有限有长度限制哦，好好好，
限制就限制啊，有什么问题？这里上来啊，哦，下好来抓，来抓，哎，欸，怎么可能？哎，欸，你跟白爸说的话而已，这怎么可能？哎，这样怎么可能？屁的！没有，你要先绕过那个啊，哦，绕过那个。简单呐，啊，出发喽，各位小朋友们，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哎呦，好黑哦！刚刚那个是现金一把抓的概念吗？现金一把抓，回家嘛，票带回家。OK， 哎，欸，说好的现金呢？说好的现金呢？肉肉的荧幕不知道什么，最近都就是直播出来都好黑哦。很黑吗？嗯，现在还是很黑吗？我刚看也是蛮黑，但是今天现在你的，我跟你讲，现在你的跟我的差别就是，我的很像是进到了就是。就假设那个灯，那个上面那个灯顶灯有可能有五颗灯泡，我的是全亮，嗯，你现在大概只是亮三颗的状态。哎，欸，你说直播的状态是不是？对啊，你直播看起来好。可是我自己现在看我 OPS， 我现在这样看感觉还 OK 啊。五颗灯呢，这样子。五颗灯，那不然我把它开到最亮啊。啊，我是跟大家讲，就是我今天是有换新的截取器啊，那我发现这个新的截取器啊，它颜色比原缸的还要好，欸，不过就是对比度比较高一点点，颜色比较漂亮，比较深，对比度比较高一点，不过也因为这样，所以可能看起来稍微有点暗。Need power， OK， 好，它需要电，它需要电，需要电，需要电，好，看起来应该是要去楼上，好，哦，刚刚那边黑，刚刚那边是真的黑啊，隧道黑很正常吧。哎，哦，十点了，十点了，怎么了吗？十点了，怎么了吗？啊，粉红色的，粉红色，十点怎么了吗？女郎是担心我那个吗？时间吗？时间问题吗？不是啊，本来就十点，今天不是十点到十二点吗？笑开我刚紧张一下，我说靠北十点了。我刚才心想说对，哎，十点十一点了，十点了。我天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完全陷入了女郎的圈套。啊，一要先一再二。我，哦，这边百八也是解了一阵子。哦，百八也是解了一阵子。嗯，这边蛮好看的，百八解的蛮好看的。可以这样吗？不行。哦。哦，他只有在对面才可以拉过去，是不是？嗯。哎，欸，哦，哎，欸，这样不算吗？你中间有两根柱子，哎，哦，要通电，抱歉抱歉，我完全忘记要通电这件事情，拍谁拍谁，咻，喂，不行吗 ？OK， 哇，我看你跟白白差不多，差不多是不是？嗯，哦，他是要照哦，懂懂懂，嗯，懂懂懂，你什么都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两根，两根。哎，欸，等一下，哦，如果过来。衣服，哎，欸，放手啊！哎，欸，奶叔，哎，欸，奶叔，哼，轻松哦，这种小事情也是很难当。我就说我的操作太好看了，这样不好看。哎，他这个没有生命的问题齁，
OK， 哎哎哎哎哎哎，哦，好，吓死我！哎，我手说不定使坏了。啊 ，OK， 嗯，哎、欸，嗯，哦，好，哎、欸，哎、欸，怎么觉得怪怪的？摔了一个脑震荡啊！我现在有一个 power， make a friend power 有了，然后呢，就我可以进去做朋友了。啊、不是，好像我好像不行哎、欸。Do not enter， 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什么按钮要按？没有。中间有一个按钮啊，啊为什么不能按？啊啊，我知道，因为要按一啊，靠腰。嗯？嗯 ？Yes。所以他等一下就会做我的朋友出来了吗？可以跟我做朋友吗？对啊，他说 make a friend 啊，什么 make a friend 啊？火车快飞，火车快飞！哎，这后面，哦，出货了，出货了！所以呢，最中间的这个门应该是可以开了吧？这里，是不是？哎，没有哎，我想 ，lives without the toy 啊啊！我们要放一个娃娃，我们要等它生产出一个娃娃来。然后把娃娃放上去，我们就可以出去了。OK， 懂。所以要等他，等他吗？阿宇说：“这路很猛，这里很多人卡关。”但是，哎呀，没有啦！谢谢阿宇称赞啦。但是刚刚开门那边，没有看过有人想要爬上去的。阿云，这就是猛的地方啦，对不对？啊，我们要放原料啦，猛的地方就在这啊，尝试一些大家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啊。有原料来了，原料来了。OK， OK，奶爸说，谁知道按一，谁知道？没关系啦。对，爸爸那时候很生气耶、欸。爸爸那一集真的很好看。不知道爸爸有没有玩，有没有哪一款游戏玩哪一款游戏，然后是没有生气的，很难吼，应该很难。我、哦、来了，来了吗？啊，是这个，哇，上色要进去组装了。来，给你马杀鸡哈，对我朋友好一点哦。先生，还有哪里需要加强的吗？哎，怎么把我朋友这样子？这样好吗？来了，我朋友来了。哎呦，为什么？哦，要看一下扫描，看有没有危害小朋友的那个。OK， 懂。他等一下一定会进去，如果你没有及时抓他的话，他就会消失，所以一定要记得把它拿起来。海豹在这里是不是？啊，我的玩具怎么就带不见？喂、欸，哇，好险！哇，好嘎仔，差点就要被送掉了。奶秀，我记得这里会被吓。看别人玩，这里好像会被吓。呜呼！糟糕了，我刚刚是不是让大家失望了？快走！哇，快！啊，我也记得，我怎么也记得百八这里好像，呜，谁知道？哎，我记得百八有这一趴，对对对，这一趴超好笑的。百八这一趴好看到一个极致哎、欸，就是没有看过的人，大家一定要去看百八玩这一集。女郎说：“你要装备吓烂啊！”哎，抱歉，哎，这是我必须要，这是我应该要学习的。我会再出。看，为什么？怎么了？怎么办？靠北，等一下，我画面怎么撕裂了？为什么？我明明有开。
怎么会这样？啊！不要！啊啊！怎么办？怎么办？往哪里走？啊啊！动动走动什么？动动动动！啊啊！哦！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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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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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你学小丽，你学小丽。哎，不要这样子！干杯！干干干干杯！干干干干干干干！别吓掉！干干干干干干！别干！妈的嘞！最好是啊，嘴皮嘴哦，白痴哦，干最好是啊，干怎么没有路走啦？干画面怎么撕裂了？干上不去了！哈哈哈哈哈哈！I need you alive. I know. Get up. 你要我活，就别让我死啊！在家再补一句百八经典，不要被追到就不会死。等一下，等一下，等下，我不是有开 VSync 吗？搞什么鬼啊？哎 ，Subtitle 我需要、啊。你是晃的太大力了。啊，没，怎么又没开了？气死我！啊，你要储存吧？这种东西要储存吗？啊！这不行不行，还没看到就先叫了。好，润尊模式。润尊。润尊模式。好，刚刚那个要蹲吼。好，好，好。咚咚咚咚咚！哦，这个蛮压迫，我觉得不错，非常好。下。Go！ 哎，看看后面，论尊模式。哎、欸、我的论尊，我不是刚刚那边旁边有一个洞啊，那个洞怎么不见了？你是转错边？靠北卡 bug 啦！你人家说不定在右边，你转去左边是吗？说不定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办、啊？我觉得百八跟我收钱了，我在一直学他、啊。欸、你知道，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日本有一个很知名的 YouTuber，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一个主播主叫做 Hikakin， 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名嘛，然后但是因为他太有名，有名的人总是会有人想模仿，所以就有一个比较胖胖的男生，然后长得跟他蛮像的，然后他就。开始在做 YouTube 的时候，他就是以就是学他为出发点这样，然后哎、欸、靠北，然后最后这个本尊同意他可以学他，因为他觉得真的很像。是不是错、欸、没有，还没啊，这里才是。来吧，我觉得他这边好像会不会，来吧会不会也同意？哎、欸、靠呀，干！你想干？靠北靠北靠北，什么意思啊？哪里啊？哪里、啊？什么意思、啊？我记得北包这边整个崩溃。好好好，他刚刚好好，我大概知道 ，OK， 我大概知道 ，OK。没错没错，就是龙月说的那个 Boom Boom，Hello YouTube， 他原本是一个 B-box 起家的 YouTube， 非常厉害，应该是全日本最订阅数最高的 YouTuber。OK。好的，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就是出国的时候不是都有这种行李袋的输送吗？我好想要把 GoPro 放在行李箱上面，然后好想看那个行李箱在那个里面动的样子。想说，你看你永远都没不会有机会看到行李箱在里面会是怎么样移动，会不会其实是异世界呢？没有，你其实可以去看那个。你说有人拍这种题材？对对 ，Discovery 还是什么就有拍、哦？真的假的？因为他们就是拍。他们，因为他们其实因为它是自动分类，对对对对对，没错，他们会扫描你的那个行李箱上面的那个条码哦，他们会自，因为其实都也蛮多地方是人工，不是人工啦，就是都是自动的。好，跟我刚想的一样。这是逆向吗？呜呼！快咻！靠！上不去吗？上不去吗 ？Serious？
什么？我不提示你，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把它拉下来。OK， 可以 ，OK， 没事呐 ，OK 呐。阿桃说好可爱， okay 啊、哇塞，阿桃竟然不怕这个哦！天哪，阿桃竟然可以不怕这个。好。行李输送带大挑战第四回，以他这个逃跑的路线看起来，感觉一定有人做 speed run。 你说有人做 speed run， 我觉得一定会，因为这个很适合做 speed run。音乐蛮压迫，我觉得蛮好的，不错。Stop, never give up. 动作到恐怖地方了吗？是绵绵的软糖。怎么会？我刚看到他输送带确实是有网站，没有错。为什么？上面吗？没抬头？龙抬头？有一个人，他平常都很爱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都会骂他，那他这次就不做了。哇，你提示提的这么的啊！怎么办？看，好害怕！你现在在学谁啊？我没有要学谁啊，因为女郎说你要假装被吓的那个。那你假装我，你假装是我。我想吓那样那样，我要读个档，要假装是你，我要读个档。等一下，我现在要绕跑，我现在没办法读档，等我一下。等一下哦，大家请稍等一下哦，真的这个游玩的时候要读取档案，这一心多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毕竟阿拉平常不玩这个操作系的。我要用我的操作，然后用阿塔的角度来玩，看有点难呢。好，等一下哈，应该快可以了。这是波接的啦，所以速度比较慢。靠背啊，现在是怎样？所以干，对，快点，怎么会变慢？等一下 ，OK， 好，现在要怎么样？有点难学啊！你就通常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不会，你就不会操作，你学必学。你说，又变猴子了一下，告别。我真的觉得百方真的很好学，百方真的是浅显易懂。这个是一个，他这个等于说就是有点像是，这是他的互动的一种方式，你知道吗？他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学他。我好期待其他的。如果其他直播主有兴趣的话，可以学他、就是我可以给一些就是新兴直播主在玩恐怖游戏，如果你本身会害怕，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就用你的方式害怕。如果你真的不会害怕，但是你知道大家想看你害怕的话，就可以学小弟，好不好？我们这边沙卡那180输入 SAKANA180 就可以收集到了。那如果你在这个学习上有些困难的话呢，没有问题，你可以找他的这个就是各个游戏其实都有一些分析的频道了。本频道呢就是在分析这个直播主的，所以可以看我的频道，我这边可以再特别做一集影片来教大家怎么样学沙卡那180，好不好？全程免费，好不好？我们全部都免费，只要按赞、订阅、加小铃铛、加分享，即刻拥有沙卡那180全学习的这个课程。我们现在开始放那个什么好肉学校吗？我们是柔柔。
好，那是 Poppy 吗？那就是 Poppy 吗？靠背，就是按着开门啊。对对对，应该是 Poppy。对对，他就是 Poppy。他就是 Poppy。开门。哎呦哎呦哎呦！哦呦哎呦！我一定要买一只来给大家抽奖。对，我打开你的盒子。OK OK。哎，你过很快。啊，过关了。对啊。啊，就这样。第一章最精华就是追逐的那一段啊。我刚刚用闪电的快速的速度破关了。